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咁今次介绍呢个疗剂呢就叫做巴豆、巴豆、学名叫做 Croton Tigria 巴豆、英文叫做 Croton Oil， 是一个种子嘅，提炼出嚟一个疗剂、好啦，要认识呢个巴豆嘅应用呢，其实最主要佢应用嘅地方呢，就是在那一种病，我们叫做poison ivy， 那个野角的搞出来 的问题、中毒、有时候或者漆树、有时候我有些人去旅行呢接触一些漆树、那些植物，跟着那个皮肤 就起泡、很痕、很多液体、飙出来的。咁嗱，如果遇到呢个咁样嘅症状呢，尤其是当你嗰个受影响个部位呢喺腹股沟嗰个部位，呢个呢个疗剂呢就係、Croton Tigrium， 即係个巴豆呢、这个最主要应用嘅地方嚟㗎啦。好啦，咁当然啦，呢、这个疗剂呢都係、会影响好多、皮肤、主要皮肤、尤其是个位置是面部呢，或者是那个阴部外面、这个皮肤出现那个问题的。好了，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呢，就是呢那个身体呢好像感觉到呢好像有一种掹实的感觉的，就是身体的部位呢可能呢是好像扯住向后掹住，或者即系有皮肤啦、好似好紧咁样嘅吓，掹到实晒嘅、或者咧喺嗰个乳房嗰度咧，觉得嗰个乳头咧就系、是、比、好似好痛嘅吓，咁、尤其细蚊仔喂奶嗰时候咧，个乳房咧个乳房咧好痛嘅，咁嗰种痛咧就系、是、向后射过去嘅吓，呢种咁样嘅情况咧
可能嗰个乳房系有啲结节啊，做出呢种痛啊，仲有心口咧嗰种痛咧，就好似一种掹实嘅，系左边个胸膛咧掹到落后背嗰方面嘅，或者只眼部咧好似掹住咧就向后掹咁样嘅，好掹紧掹紧啊，有时咧系嗰个那个右边。那个眼球的 上方 ,ok, 咁呢啲咁样好古怪嘅呢种咁嘅掹后掹后呢种咁嘅症状。好啦，咁仲第三个应用嘅地方呢，就係、是、吐泻。呢、啊、种嘅吐泻呢就係、是、嚟得好急嘅。又是通常夏天的呢种咁嘅吐泻。咁嗰啲粪便呢就直情好大量咁係咁飙出嚟嘅，好似大炮咁射出嚟嘅。咁有阵时我喺啲霍乱啊，小朋友霍乱啊，或者简单啲嘅夏季嗰啲肚屙肚泻咧，啊那个症状咧就系嗰啲粪便咧系好急，啊当然有少少绞痛啦吓，会绞痛啦，啊好急啦，跟住屙嗰阵时候咧系黄黄绿绿嘅粪便咧系爆出嚟嘅，好似嗰个炮咁样爆出嚟嘅，跟住个人好攰好攰。咁、啊、呢種情況嘅吐瀉呢都係巴豆嘅療劑可以、處理得到嘅。OK, 巴豆一個小嘅療劑，大家用得啱呢係可以有好奇妙嘅效果嘅。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